天早上好，我现在是去机场的路上，今天跟我的全家要去爱尔兰的南部去度一个周末，应该是比较兴奋的周末，因为是爷爷奶奶邀请我们一起去，然后还有小苏一家从美国飞来，跟着他的三个孩子还有太太，那这样我们七个十一位吧。我们现在来到了黑苏鲁机场，我们在等。我们现在到了爱尔兰南部的这个机场，叫 Cork Airport， C O R K Airport， 很小很小。然后我们在等啊，等租的这汽车，我们会租汽车。叮叮，我们在这里要喝一杯咖啡，然后呢我们就会到我们住的地方啦，儿童的游乐场。我身后就是这个整个里边有些孩子游乐的地方，有游泳池，而且还有很多卖吃的地方，但是生意很清淡了，不是很多人。但是给大家看看，我背面是海啊，很漂亮，看背面，背面是海，非常安静的海，下午的海，很漂亮。那就是海。然后这边还有人家住，有人家。大家好，我们现在终于入住了。这是周围附近的房子，可以看出01008。然后呢，那是一个单位。这是一个街道式的吧？看有一个台阶的，走上去的就是一家。那这个是我们的。挺好，有停车的地方。又矮，是两层的。等一下，马上我带给大家看一看，看上去很简单，好像水泥的，没有什么花草，草地就是这样。很热，现在是下午，还有5点，现在房间收拾好了，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也是换完衣服了，刚才一路一身的汗。这是一个进来第一间房，在这一左边，应该是在这边是北，说错了，这是北。应该是北。这间房呢挺好的，是两张双单人床，我把它合到一起，然后很简单了，但是在镜头里也不难看哦。天棚比较低，有一个柜，有个柜橱，然后这个门。好，紧接着看呢，这是楼下的厕所，东西简单的放好了，一个洗手间，都非常简单，但是还算新吧。看它这些整个设备不是那么好质量的，但是还算新吧。就一个镜子。好，我们看第二间房，这是我女儿住的，我也把两张床放在一起了。好在这床还可以挪动，对，这有个柜子，有个也是一样的一个柜子，东西有个小镜子，插座都很方便，这插头插座，面还有两只可以插的。好，紧接着是，我们说的厨房和，餐厅，厨房都是这样的，比较简单的，但是也不错。有微波炉，有个小柜橱，微波炉柜橱，这是基本上器具还都算有，你看都有，冲茶、咖啡、热水壶，这都算是齐全了。然后这应该是好像是电的吧。上面好像是电的，然后有个小烤箱、洗衣机，
这是洗碗机，挺好。麻雀虽小，五脏六俱全。然后这是个客厅，天棚很矮很低。然后沙发，这是一个就是房子以外的，很好哦，我特别喜欢家里有这个。现在我家的房子里就没有这一部分 conservatory 一般是放些花草跟喝茶的地方，他们这里用来吃，做一个餐台这样放，这很好，看整体效果。特别是冬天会很暖，所以这都是夕阳嘛，夕阳照到这边了，夕阳照到这边，所以这是这边看过去，这个厨房都非常简易的，但是也方便了，我们在这里住三个晚上，所以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垃圾桶，两个垃圾桶，等我们走之前这都要清理的，我们都要擦台啊，洗碗的一定要做，然后收拾干净一些，很方便。还有挂衣服的挂钩，那还有一个，还有衣服挂钩，应该是这叫三个卧室吧。然后上楼，这三个小卧室，这是已经上到二楼了，二楼向后看比较安静，挺好的，比我们家那边安静多了，家里那边总是有吵，很吵的飞机声音。再上来很简单，也没有画儿，我们原来去旅游的地方都会挂一些画儿。你要去西班牙意大利啊，你要是租这种房子住，一定有画儿的啊，坛坛罐罐的，他会放很多坛坛罐罐。是楼上的洗手间，很小，看这浴室，可以当泡脚也不错，是吧？还能坐在这儿，挺好，只要有热水就行哈。哈哈，我在这儿，你们好。刚才换了一下衣服。五口，六口也够了吧？这么小的空间，那又怎么样了，是吧？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杂物。这也是衣柜，楼上是个双人床，双人床房间，天棚都很低的，天棚很低。这有画，对不起，这有画，只在卧室里有画，卧室里有画，但是过道，我是说过道没有画。然后呢，这是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环境了。挺好挺好，我是很容易满意的，我唯一就是怕有虫虫咬咬，有这些就其他地方很难免会有虫虫咬咬，我就最怕的是这样，我已经被咬到了，我已经被咬到，看这手这儿，我看看这个地方叫什么哈，往上找，这是下楼，他们去买吃的，因为有厨房嘛，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安排会全家会在外边吃，然后呢，孩子有个早餐，他们一进来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地方叫Trouble Gun， 然后戴在手腕上，戴了几个小时，反正，这是这个地名，我们来到这里度假的地名，游乐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大规模的，也不是那么大规模的，显得简单了一些哈。英国各大地方都是花啊、草啊、绿树啊、花粉呢、啊。我相信我在这里会更高兴，因为没有那么多花粉，绝对是。你看，到现在没有看到花，一定是在一些更公众的场合下才能看到鲜花。而且呢，我相信爱尔兰人没有英国人那么喜欢花。而且你看都很简单，这就没有壁画了，像这间房间就没有画，严格的说这间房应该有一幅画，估计是黑点那地方现在没有了哈。所以基本就是这样，大家看到了，这就是在爱尔兰的，
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嗯，因为是公公婆婆出钱，这次是因为我们去年公婆婆去的，带我们去的，墨西哥在海岸海边，一共是两个星期，这次也是公公婆婆出钱买机票和买的这个，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价钱是什么样子，但是，感谢他们吧，他们，家人能团聚。看有未来看有兴趣的再给大家拍一拍，我们租的车，从机场租的车，排队租车。哦，一只鸽子在上面。哦，不是一只，是什么鸟？我的天！这里看到一个，是关于介绍这个旅游景点的节目，还有活动内容。你明显你就看到都是孩子家长啊，都是适合小朋友的年龄的。然后有些服务，有 Facebook， 有 Twitter， 还有 Instagram， 然后整个地图啊是怎么安排，然后那就是吃用哈、玩儿，就是这些了。但是他们游泳中心不让照相，我刚才本来想给大家看说游泳的地方背面就是海，离海很近，离海很近，我们要开车才能开出来才能离这个活动中心还有一段距离啊。然后呢，对于我们客人的要求，那你要需要有急救，需要医生，然后各个场所还有鸟类，还有看制作这个叫什么pots 叫什么，就是我现在一边看一边说已经说不准了，还有电视怎么看。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地的地名，应该是我们今天降落就是从这个地方降落的，然后开到 Middleton， 然后 White Gate， 然后到达这里。这是基本的路线，挺好。然后还有讲到这一部分这地方的历史 History of Trumbogan Cork， The Early History of Trumbogan。而且爱尔兰人是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我发现了他们那路标上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不是英文。严格的说看上去还有点有点像德文的那种。这是什么 Status Sally O'Hara， 这是一个酒店，吃什么，就是这样。 The Status 就是开盘，这是一张纸。 Starter 要吃的差不多也快饱了，很多牛肉啊、芝士啊、鱼啊。然后这个是 Main Courses 就是你在叫一个那个主餐。然后13，他们不是英镑的，是欧元的。然后这也是 Main Course， 然后还有孩子的。最后呢就是甜品 Desserts 有4.95，那就是5欧元了。吃什么，这是爱尔兰冰激凌 cream cake， 不是冰激凌，是 cream， 就是那叫什么奶油芝士 cake， 蛋糕之类的。然后这是 ice cream selection， 就是各种冰激凌。然后还有注意安全的，最后这部分就是 fire action， OK。Application procedures， 说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打什么电话。挺好，这不是已经是算是很完整的一个服务信息了所以任何家庭都可以来，然后呢，可以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时光，哈哈哈哈。